好了，那我们来做个结论呐。那我们就直接快速做个结论呐。那到底谁需要会？好，那我们就快速做个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快速做个结论，到底谁需？好了，那我们快速做个结论啊。如果你预算，好，那我们就快速做个结论啊。那到底谁适合买这个 Marsys 呢？第一个就是预算可能没有到这么高，那这一个是三个里面最便宜的一个齿轮轮胎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Marsys，那到底谁？那我们就快速做个结论嘛，到底谁适合买这个 Marsys 的齿轮轮胎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便宜啦，它是我们这三个齿轮轮胎里面最便宜的。第二个可能需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它的高度，还有它的重量，到底符不符合你的需求？它的高度是里面最高的，然后它的重量也是最重的，那它也少了一个肉轴的快速调整。那你如果需要真的需要肉轴的快速调整，我们就来看看 Leo Photo 的部分。那 Leo Photo 两个，那 Leo Photo 两个真的是，那 Leo Photo 两款，那 Leo Photo 的部分就是多了这个肉轴的调整，可以让你快速的来调整你的肉。那 Leo Photo 两个就是多了这一个肉轴的快速调整，你可以快速的来调整我们的肉轴啊，你的构图可以更快速。那我们的整体是一模一样的啦，那我们的上面的顶板跟底板的尺寸，G4 是比较大的，那就是看你的使用需求。那有的脚架小的，那 Leo Photo，那 Leo Photo 就是多了这个肉轴的快速调整旋钮啦。那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个，那你只能选 Leo Photo 啦。那 Leo Photo 呢，这两款 G3、G4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功能完全一模一样。G3 有了，G4 全部都有。那我们所有的调整，也就是缩水啦，缩水。